统一 Seven Eleven 狮队公布职棒30周年假日版球衣样式，请到了阿基师陈庸基与去年新人王狮子谦担任走秀 model， 其中条纹设计让两位球星赞不绝口。我觉得线条嘛，对啊，因为过去的球衣就是可能就是白色，不然就是上衣可能就是黑色，那这套球衣加了线条，我觉得就好像那个洋基强权一样。应该真的也是条纹啦，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的球衣真的没有穿过条纹的球衣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蛮特别的地方这样。陈庸基目前累积91支全垒打，只差9支就可以达标百轰成就，他也有信心可以在这个球季完成。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每个选手每个球员的目标之一啦，那自己也努力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要在今年自己能够达成这个目标。事实上不止百轰，陈庸基目前累积855支安打，87次盗垒，距离千安百轰百道纪录也不远了。至于哪一个项目最困难嘞？可能以目前数据上来看，是千安比较难达成，因为千安的还差了好像100多支嘛，那百道好像差13道嘛，所以我还是会努力，表示我还是有速度的。看来阿基师对于自己的速度很有信心哦，就看他能不能赶上进度，在这个充满意义的职棒30年，加入目前只有6位会员的千安百轰百道俱乐部。我爱体育新闻台北蔡茂老。